它皮应该是苦的。就是核心力量的一个控制吧，因为它对核心力量控制方面会稍微多一些，因为我本身基础就比较好嘛，所以呢当天有了这种灵感之后马上去玩就可以玩得会了。就希望说通过自己的作品能够去让越来越多的人，就是让他们对健身感兴趣吧，就觉得哎，健身好像并不像自己说想象中的那么枯燥，或者说很累很痛苦的样子，好像看起来很好玩，然后也抱着玩一玩的态度去健身，就是只要你愿意去付出，愿意坚持下去啊，肯定是会变得越来越好的，就是不要太心急就好了。很多人觉得难，主要是因为他并没有全心全意的投入在里面，并没有说真正喜欢那个东西。我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变成一个很好的转折点，每次都是因为一些受伤啊或者一些困难啊，然后得到一些比较大的改变。因为别人看到我视频然后被影响了，然后开始去健身吧，这可能是对我来说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。
国内很少有人做，到现在好像也就是五六个人去尝试过，然后成功的呢就两个，然后我是第一个成功的。当时第一次挑战的时候，就是朋友一个手给我拍视频，然后一个手已经在打着120了，就是给我准备好去急救了。这个动作很危险嘛，然后当时确实是去医院了，还好没什么事。吧，感觉每年都会受很多伤，很多时期都会在伤病之中度过。确实练的是比较危险的东西，而且我又是比较喜欢去挑战的一个人，所以身上的伤几乎就没有断过。刚开始就是热爱变成了竞争，最后就是接受，开始也养活自己嘛。特技是我反正接触之后就离不开的一个东西吧，不管未来怎么样，我肯定是会坚持下去。中间经历了太多的一些就是受伤啊，或者说是坚持的一些很多瞬间，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可贵的一些东西，能留给我的一些这个回忆下。大家带来一个就是说不放弃的一个感觉吧，自己就算摔了，也要就是说继续去摔，只要还能站就会继续下去，所以给别人带来一种这种感觉吧。